哦，我想说怎么会有笛声？唱吹的还不错嘞。喂，哎，大哥哥，你怎么啦？为什么要爬到这么高的地方呢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还是单纯是想听我的演奏？乌马纳利乐团的人？哎，难道你知道乌马纳利乐团？哦，乌马纳利乐团要重组了，我当然也很高兴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就是他就是第四个人之类的，第四个成员。不过我还有一些事情必须去做，在把它完成之前，我不能够回到乌马纳利乐园啊！回到啊，他原本就是乌马纳利乐园的人呢。不过那里太危险了，先下去吧。让我来告诉你那件事。哦，那件事。花田火灾，你是听驿站的人提起的吗？你看这附近全部都被烧光了吧，那是我不小心烧掉的。哈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朋友中有一个叫做哈伊特的女孩子，她总是在说要看真正的发光术，于是我就答应她说要让她看看。但是啊，发光术终究只是图画书中提到的，根本就找不到真正的发光术在哪，所以我就想说点个火自己制造发光术。喂，你这样对吗？我这么做只是想让哈伊特开心而已，看来彻底失败了，嘿嘿。你得意什么啊？不过我并不会就此放弃，现在我正在收集萤火虫，打算用萤火虫的光芒来制造出发光术，只要再收集到十只就可以了。我有耶，我竟然只有一只，难道是升级那个装备的时候都用掉了吗？哦，好多哦，好漂亮。喷不出来了，可怜的卢米，他喷不出来了啊！只掉一个二十，看来是五件就是极限了。五件之后他就喷不出东西来了。组装 air bike， 这个还蛮好用的。哎，什么是反的？Let's go！ 这个比横向的好用，真的比横向的好用，而且操控容易多了，减速也很好用。来，拿去。哦，真的要给我吗？只要我再加上收集的量，其他萤火虫也会被亮光吸引过来，但我就能打造出发光术了。谢谢你。那个啊，可以再拜托你一件事吗？要求很多耶。趁天色还黑，可以麻烦你将哈伊特带到这里来吗？如果哈伊特已经睡着，等另一天晚上也没关系。OK。晚安，你好。都已经天黑了，飞翼还是没有回来，到底是跑去哪？请跟我走。是可以啦，不过是要去哪里？完全没有疑心耶，陌生人的。好，走吧。他是说这棵树下吗？这里是啊，这家伙没想到还蛮有才华的。哦，好厉害啊，发光术哎。真漂亮！原来哈伊特不是个美少女，但是简直就像在做梦一样。谢谢你，
谢谢你能让我看到这么漂亮的发光树，为什么是谢我啊？谢那个飞一吧。现在非常幸福呢，完全没有反应诶。哦，他说他很幸福，嘿嘿，哈伊特说他很幸福哦，好啊，太好了，我终于对哈为哈伊特带来真正的笑容。啊！不过只让他笑一次可能还不够，我想让他绽放更多笑容，决定了，我要回到乌玛那利乐园，乐团，我得成为一名更出名。技巧更熟练、更能让人开心的横笛手，并且用横笛来替哈伊特带来无数次笑容。剑士大哥哥，这次真是太谢谢你啦！你帮了我好多忙，收下这个吧。哦，大生命松露。再过一会儿我就出发吧。之后我们再碰面时，绝对会用演奏对为你带来笑容的。林克会笑吗？林克好像只有在煮东西的时候会笑而已。就说那个唱歌女要怎么爬出来啊？她又这边又没有梯子，怎么样？萨尔达殿下在里面吗？叽咕叽巴叽叫巴巴布雷哎，巴，啊？你说有位女性在水井里练唱，这样啊？是因为声音在水井中经过不规则的反射，刚好听起来像萨尔达公主殿下的声音吗？甚至还让人听错原本的歌词而被听错的内容吓到。这下谜团就解开了，又解决一件事。身为记者，这是真是令人高兴到鸡皮疙瘩。你应该是说鸟皮，辛苦你了，搭档。这样子我们解决的是第四件了，总共有几件啊？该不会所有的马厩都有吧？那还蛮多的呢。三叶小姐把成果报酬送过来喽。哦。直接送给我蛙之手甲。哇，这怎么是血的啊？它是血的啊！可恶哎，再来一次。这样子攀着，这洞口戒备森严呢。没炸多少血啊！真是的。这个。我又忘记拍它了，黑色茉莉布林。我刚以为是蓝的。啊，来看这个洞窟里面有什么好了。五大河洞窟，汤汤汤。黑色霍拉布林。OK。哦呦！哈！用这个好像不太好，用这个。Nice。这个洞好像蛮有趣的呢，好喜欢它每个洞窟都是特别设计的，很少有那种兼用卡洞窟。Nice 红宝石，
哎，哎。哦，这洞窟好酷。我还看完，看来还是得换上防火装比较好。嘿，是说这样子，经过熔岩还是会烧吗？这种留下来的熔岩，那还是不要经过啊。不怕你的火，耶！不怕火真是太爽啦！啥？哦，竟然有宝箱！原来这里有宝物啊 ，nice！ 火焰符啊，火焰全套原来是长这样啊！和什么？哦，竟然会开门呢、啊！是魔游衣，竟然还有个石碑。这些洞窟真的很赞呢，非常喜欢。制造坊此地者，于稀世奇妙之地所取得的财宝——织梦之勇者服，织梦岛的勇者，织梦岛的服装吗？我将它收藏在宝箱里，并在此寄宿藏匿之地，在塔邦达边境之地，就是利特村那里，路次吉西库库甲完的中央有座石柱并列的遗迹，而其中一根粗柱将会开启通往无知财宝之道路。唯有解开谜题并找到财宝者，才能获得该财宝。大道拉姆达。他这个算是谜题吗？他不是很白话的讲出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按摩游衣嘞？觉得那个上面很可疑，可是他好像不留木板下来啊。嗯，其他不是木板呢、啊，岩浆板。哎、欸，又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所以只要把这个倒转回去。我会被烧到啊！对，痛痛痛痛！可恶啊！居然会这样！OK。啊！原来上面没东西啊！哦，那里吗？这个小洞吗？啊，就是这里啦，真是。我操！いけないです。ナイス。不是不是嘛，不是阿米宝，不是阿米宝，不是阿米宝啊！他不用了 ，nice。
可以看到神庙，还有塔，哦，还有壮观的迷途森林。哎，奇怪，那个塔，那该不会是之前那个德伊布朗遗迹吧？就是那个黑暗遗迹，原来它现在变成塔的样子了。哦，可以去看看啊，好像蛮有趣的。哇，迷途森林的迷雾很壮观呢。他说这个导音可不可以打下来？哇哦！没打到。这个地区的天气一直都很好，画面好漂亮。这边本来全部都是岩浆，是不是？好厉害啊！希克克奇神庙。左右为难。这不是很明显，就是要让他用右吗？好，接下来呢？哎，已经到终，看到终点了。宝箱，哇，这怎么这么难转？这样不就解了吗？为什么是叫左右为难？我不懂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，只是宝箱呢。下面还有空间是不是？应该是这样。啊，这怎么这么难转？哦，用借助陀螺仪比较好转，然后倒转下去，好可怕。OK， 下来了，果然在这里。Nice。这样左右为难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！德伊布朗遗迹，还是得绕到它的入口处才行。跳什么跳？哼！啊！
赤く染まり。各位早安啊，大家是中的啦，耶！可恶！好没攻击力哦，这个。啊，这边还有佐纳乌的助手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哇，别退啊！他怎么拿一个很弱的弓呢？那上面有东西？没有啊，那这两只在这边，哦，就驻守这个东西哦。什么？他粘了一个灯在他的盾上，为什么？啊！等等等等等等！啊！哇！这个好痛！好痛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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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哇，这只好强啊！哇，痛，超强的这只！上等队长之类的吗？我记得这把，对啊，魔队长魔像的脚上等。真强啊，然后这个探照灯盾灯盾。这是有什么用吗？什么也没有啊，他们只是在真的在这里迷路而已哦。哦，奥尔龙，奥尔龙，照不到头了。说到奥尔龙，火焰全套还没穿过呢。哦，完全就是佐纳乌人的样子啊，其实还蛮帅的，只是我没有很喜欢那个头饰。这样子就还不错帅，如果要把兜帽给盖起来才行，会比较像武僧。哎呀，那边有个神庙。
刚刚打队长魔像穿这一套应该直接被秒掉。哎呦，这边竟然有个宝箱，这直接这样就可以过了吗？还是他会沉下去？哦，他会沉下去。好，够长 ，nice。竟然是光亮华种子。好，快到入口了。我总觉得我绕了一个远路。哦，差点掉下去。OK。再次来到德伊布朗遗迹，重返德伊布朗遗迹，好酷啊！这次可是可以看到他的全貌了，赞呢！也就是说，普尔雅他们那一队其实已经到这里整个都调查过了，才能在这里建塔。所以这里应该不会留下什么东西了吧？变成很和平的状态，不过可以看到它完整的样貌，还是蛮不错的。也许它的地下会有什么有趣的东西。什么？这台也有问题是不是？动不了，又坏了。你好，又遇到你了呢。非常抱歉，鸟望台目前无法使用，目前在维修上遇到了障碍。怎么了？用来启动鸟望台的装置不知为何动不了。虽然我将装置从头到尾调查了一遍，但是没有发现部位损坏。说不定是鸟望台本身的哪个地方坏掉了。啊？没啦，这对话就这样啊。那，再跟他讲一次话好了。本身哪个地方坏掉 ？OK。是上面还是下面坏掉？你也不知道吗？这边有浮空平台可以用耶，所以是上面坏掉咯。照这样推论来看的话，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一颗就好了吗？还是两颗？一颗。哦，原来是顶部被挡住了，难怪。想要使用第二颗，这样可以吗？我总觉得它会飞出去。嘿，果然
果然是不是我想的那样，算了，没差。直接送他一个火箭走了啦。出发吧你！成功啦！拜拜！怎么又下雨？啊！装置突然修好了，明明我什么都没做。哎，你明明可以飞，你竟然不会到上面去查看一下？拜托！叽里呱啦咕噜布，原来鸟望台上有障碍物啊！这个装置是和鸟望台顶端的盖子联动的。我想是因为障碍物让盖子动不了，所以才造成装置无法运作。既然问题解决，我还有急事得马上动身了。非常感谢你帮忙修好鸟望台，先失陪了。喂，你根本就没有尽到你的职责。哎，哦，有方块空岛在这里。但是这里也蛮多空岛的呢。后面就一座，去看看。到着。哦，应该会有神庙嘛？对，果然没错。还有转弹机才对。先转弹，是什么？有灯是不是？看到有灯，操纵杆。哦，雷龙头啊。哦，追踪平台车哦，这个好像也不错哦。追踪平台车，追踪平台车有点有履带，有点像小战车，是不是？好像还蛮好玩的，多转一点，一颗大的好了。但我觉得灯很没用，哇哇哇，一颗大就好多，哎、欸、，nice nice， 因为它的灯的那个亮度实在是太小了，照的范围也太小了。在下方啊，哦，在那个魔像那里啊，嗯，下去不是问题，是这个问题是要怎么上来。这么多浮空平台是用来，是说这只还没造过呢？方块魔像，哎、hey, ，nice picture。哇！咦，他很弱、啊，他跟上次打的那个上等差很多。
可能要两个火箭。就两个火箭。直接用斜的。好像不行。还是先往上吧。先一个看看。嘿。好好好。那高度其实是算过的吧。成功啦。刚好牵在这两个地方中间。祝福神庙。这种空岛解谜的应该不会有祝福以外的神庙。用一个魔法杖。这个难道是把你弹射到那个方块空岛了吗？要去了吗？现在去。哇，好像不是，呵呵，只是只能到那个有石碑的那个小空岛。不，那你没关系，我照我的，你落你的。呀，掉得好快哦！哇，他直接掉到深坑里了，不是深坑，吃豆腐吗？哇，消失了。这个深坑怎么有点不太一样？哦，还是一样的。沃尔纳高地。是说德伊布朗遗迹就这样而已了吗？完全没有任何的宝藏之类，我只看到雅哈哈。哪里？啊！两个一起打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第一次看到特等，还有特等哦！他的头好帅哦！可恶，好痛啊！要打好痛。他血蛮多的。啊！一袋一袋一袋。啊！第一下没打到我，第二下打到我，哪招啊？叶贝。不要弹太出去哦，进来一点。哎，为什么他都已经戳完了，我还有图形 ？OK， 多节长棒。没有武器了啦。Nice！ 没想到居然有特等的
他这个好帅啊！可是攻击力不怎么样啊，才24。也就是说，还会有特等的队长魔像哦，酷啊！呀哈哈！所以这些佐纳乌兵队是后来加的，我刚刚来的时候没有。瞭望台开了以后，他们才出现。前面又有，再来一只特等的吗？哎，特等的 ，nice。来吧，来吧！上等的上特等的，也是新武器，应该说新的木棍等级。攻击力很高，高到不像是木制品。你说攻击力很高，19算很高吗？不过给他签个比较高级的怪物素材也许会蛮好用的。啊？哎，那边有一只，怎么这么多啊？哇！冰！可恶！OK， 可以刷佐纳乌魔像的素材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而且德伊布朗遗迹现在变得好，该怎么说？觉得好舒适，好放松哦，感觉好像在绕自家后院一样。才讲完。哦，哎，嘿，伙伴，我一直都在等着你来，等我啊。是啊，明明我在这个前人未至的地方发现了如此庞大的遗迹，哎，那不是被盖了瞭望台，然而却因为人手不足，导致遗迹的调查进度延宕。
毕竟以独自一人调查而言，这座遗迹实在太大了。有吗？我都已经绕完了，所以我才会写信给卡卡利克村的佐纳乌调查队本部，拜托他们派调查员过来帮忙。这么快就有人来，真是帮了我的大忙，谢谢你千里迢迢赶过来。我把冰中宝藏包给布丁。诶，你不是佐纳乌调查员？这样啊，因为平常没什么人会来这里，我以为你肯定就是来帮忙的呢。好不容易发现了神秘的石板，要是可以至少再多一个人就能展开调查了。不管他。啊，被你听到了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是一个还不能公诸于世的情报。如果你是来帮忙的佐纳乌调查员，就可以一起调查石板上的暗号了。说，我可以帮忙调查。李克为什么兴致勃勃？就算你说你可以帮忙，不，等等哦。虽然他不是调查员，但似乎有很丰富的冒险经验。如果想推进停滞不前的遗迹探索，他搞不好会是个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就任命你为调查员吧。不过仅限于这座遗迹。接下来就请你多多帮忙喽，搭档，我们一起解开这座遗迹的谜团吧。哦，这座遗迹还有谜团，太棒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他们这个翻译小组真的很喜欢用这一句话。我想要先让你看一下至今为止的调查结果，等我一下哦。看起来像个墓碑。这块石板就是在这座遗迹里发现的，靠近看看吧，保证你大吃一惊。调查德伊布朗遗迹吧 ，nice。像那只受到众多龙守望的猫头鹰展现风之贤者的秘技啊！这该不会是要四个贤者的能力才能解？如何？吓到了吧？吓到了！你看，我就说吧。佐纳乌是源自遥远古代的文明，一般来说根本就没人看得懂佐纳乌的文字。但是你应该看得懂这块石板上的文字吧？因为那是用海拉鲁文字写的。这座遗迹具有佐纳乌文明的特征，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使用了海拉鲁文字。这座遗迹到底是谁为了什么目的而打造的呢？虽然只是个可能，但是发现石板应该是显示着遗迹的某处吧。搭档，我想要请你探索这座遗迹，并且想办法找出石板上记载的地方。我认为只要对石板展开调查，就能揭开当初建造这座遗迹真正的目的。这是我身为调查员前辈的直觉。哎，好吧，前辈啦。还是说我有其他的贤者能力，就会有其他的石板，对吗？这是用火之贤者，于双龙夹缝之间运用火之贤者的秘技，从龙首跑至龙尾。啊？然后这边竟然有个雅哈哈谜题。解了，进去啊！双龙注视者的猫头鹰吗？看起来好像是哦，所以在这里使用秋丽的能力。哦，好帅哦，秋丽，哎，秋丽，你为什么在那里？过来啊 ！Come on！哇嘿！赶过来是不是？喂 ，Come on！ 有了，终于过来了。奇怪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来，你要去哪里，秋丽？他为什么很不受控制啊？是往这边吹吗？成功了！哦。
哎，有个宝箱哦，原来是宝箱啊！蓝宝石乘以三，还不错哦，成功啦！搭档来得正好，你有时间就麻烦你继续调查咯。叽里呱不比这把米罗半打这么累。什么？你找到石板上指示的那个房子地方了？嗯，半打个这么烂的宝，原来如此，是在那种地方。你真是立了大功了，搭档。等之后我也过去看看好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双龙的夹缝，这里有两条龙，所以是这里吗？阿元出来，动手！成功了。哎，没成功。嗯，所以不是这里吗？有啦，成功啦，真是的，刚刚是站位不对吗？因为刚刚绕了一圈也没其他地方了吧。 OK， 红宝石乘以三，看来就是各色宝石。哎，可是为什么秋梨是水，是蓝宝石，没有绿宝石就对了，所以给蓝宝石。看来拿到其他贤者能力以后再回来，才能把四个都解了。先去解那个神庙，再来下去洞窟看看好了。不是洞窟，深地穴，深穴。觉得深穴这名称实在是有点不是很好听。哇，这距离比想象的还要远很多。OK， 终于到了。哦，好黑，照亮黑暗之物。哦，有趣啊！原来是要用灯啊！哎，怎么原来它只要照亮的话就会耗损耗那个耐久度吗？哟，那还不如自己抬着就算了。那是钥匙孔是吧 ？OK。嗯？这怎么亮亮的？哦，把它放在这里，这样过去。OK， 可惜没有动态影子啊，要不然气氛会更好。完全没有那种恐怖的感觉呢，毕竟这个音乐跟这个神庙的那个美术，完全不会让人家觉得有可怕的感觉。欸，这下面是什么？可以拿起来吗？可以。哦，有两个宝箱。小钥匙。哦 ,OK。还有宝箱，所以这个神庙
有一个以上的宝箱。哦，呼，蛋白石 ，OK。这么说，之前这个亮亮的也是可以拿出来的。果然，哦，里面有宝箱。这个神庙还真多宝箱，琥珀，还有呢，上面亮亮的，所以先放在这里。哦，真的宝箱。哦，终于全部找到了，可以过关了。结果这神庙根本不用解谜，就只是在走迷宫而已。哎，流星！哎，他掉到那个地方，谁拿得到啊？那在地图外了吧？那个石板掉到这里来啊！这边有附近有根吗？天哪，我的破好多，可以去换衣服卖钱是吧？可是我比较想要知道他后面还会不会有开新的物品，总觉得没找到一个六眼石像，四眼还六眼，那个石像就会多一点新的物品的样子。反正现在钱也不是很缺，一开始觉得这一代的钱好像很难赚，后来发现也还好。哦，又是伊盖族啊！伊盖队，那边有根，不过超远的。好远呢！看来今天的时间上应该是没办法去了。哦，有那只大青蛙哎，要不然最后来挑战一下看看好了。挑战看看大青蛙，从来没打过。中了，中了眼睛！哑巴，哑巴，哑巴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身上有，身上有这个啊？这要敲吗？哦，真的、欸！呀、yeah! ，原来如此啊！哦，糟糕，要丢什么进去？炸弹吗？啊，等一下，猴子。所以我需要钝器比较多，还有吗？我只剩下这个，好弱，没有 fuse 东西，知道直接上了。
直打到他的背是怎样？丢给你这个，哎，这为什么拿不出来？可恶！OK， 我要钝器啊！等他倒地的时候来合个钝器，有什么东西？我记得这个是钝器，霍拉布林的，用黑色的吧。手持丢在地上，你给我等好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看还来得及吗？哇，来不及了，好吧，算了。不会爆炸、啊、哦，有了，它就有点像那个史之敌的第二个王那样子。什么已经坏了？这么坏啊？哇，没丢到啊！我那个也坏得太快了吧，可恶欸，用刃器感觉效果不是很好。哎，哦哦哦哦，他还会龙车哦。霸加马的爪子，大牙，挑战成功了，太棒了！好，哎呦，那这一集的《塞尔达传说：王国之泪》就先玩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见，大家拜拜。把它标记起来之后，也可以来刷它。